特种部队从直升机空降进入船舱内，迅速制服海盗，救出了船员。这艘被集结的船居然是两个星期前的 Okim Harmony。原来这是大马海事执法机构安排的演习，当局出动两架直升机，还有特别行动级拯救队队员完成这项突击海盗行动。简称 Star Team 的特别行动级拯救队是在2005年成立，至今 Star Team 已经进行超过15次空降船只检查，把40名海上劫匪控上法庭。另外一方面，大马海事执法机构也安排媒体到被集结的油槽船重组案发过程，可见闭路电视被破坏，而且船舱门口的玻璃也被砸破。